到另一面美味生活。今天呢 ，Kitty 又拿出了香蕉。哎，我上次已经试探过一根香蕉冰淇淋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做这个香蕉冰淇淋的变形版哦。今天要做的是花生酱入味的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花生酱、炼乳还有香蕉，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花生酱冰淇淋哦。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。一种材料冰淇淋之后呢，今天呢 Kitty 要推出用香蕉为基底，再加上花生酱还有炼乳的花生酱冰淇淋。哇，完全没有吃起来像香蕉的味道，口感呢一样非常的柔顺，很好吃很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而且做法很简单，成分又天然呢。如果呢你想要看到